气派啊！别忙着打扰人家。螃蟹正常太太是昨天才回来吧？是是是。易遥，你的咖啡来了。哎。来，你先来。行行行。哎，给我咖啡，我要喝咖啡，给我咖啡啊！妈，你喝不来的，那味儿苦。哎呦，苦有什么呀？这苦我可没少吃哈。这哪个当妈的不苦啊？你说是吧，亲家母？要不这样吧，先给你来杯咖啡，要是喝不惯呢，再让他们给你一杯鲜榨的果汁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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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琴，知道。佟太太，谢谢你，大老远的到香港，还给我们带东西。小意思，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我得跟您确认一下，上次您送给我们的有鲍鱼干，鲍鱼干贝燕窝，燕窝处理起来比较麻烦。哎，燕窝呀？对呀，燕窝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燕窝呢？哎，可凡，你岳母说还有燕窝呢，是吧，亲家母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是我忘了，是阿琴忘了拿出来。阿琴，你是怎么办的事情呢？唐太太的燕窝，你忘了拿出来？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是我忘了。赶快去准备好，走的时候别忘了，啊！哎，你先放我这儿啊，你省得到时候又忘记了。行。先拿来放着吧。哎，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婆家呀？就是啊，真上不了台面。瞅着那燕窝，紧咬不放哎。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嚼什么舌根呢？秦姐，那唐太太是不是上不了台面呐？非要燕窝，给了她燕窝，她就不知道怎么吃。以后不许再说了，没规矩。放点糖就好了。可以放心来，这样就好喝了。哎呀，佟太太人就是热情，一看您就是个好人。先这样。想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你会抽烟啊。没什么瘾，随便抽抽。真要抽也别抽烟了，你抽烟斗吧。那乡下人才吃烟呢，上流人啊都抽烟斗，就像我爸那样。你真想抽烟，我家里面有好多烟斗呢，都是我爸的。英国烟斗特别好，都是手工打造的。你要喜欢，你就拿去用。反正我家里多的是。你家里什么东西不多？啊？要什么有什么，谁爱要谁拿去是吧？可凡，生气了是吗？我？我不就一介乡下人吗？抽抽土烟行了。哎，可凡，可凡，
千万别干傻事儿。金飞，别干傻事。金飞，金飞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傻事儿啊？金飞，这颗子弹不能要。你傻呀你，金飞，你上哪抓的红花啊？不行，不行，得上医院去。不行，有宁姐，有宁姐。宁姐，姐，姐没事。医生说痛一阵，打下来就好了。姐妹，没事，不可以忍，我可以忍的。不行，会出事儿的，得上医院去。走。有宁姐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医了我吧，这孩子我不要。齐飞，齐飞啊，我跟你说，他已经成型了，他有手有脚，你是他妈妈，你爱他护他还来不及，怎么能不要他呢？不能要，这孩子不能要。齐飞，齐飞，你他哭着呢，孩子哭着呢，你痛，他也痛。齐飞，你别傻，来，一定要上医院去啊，跟尤玲姐上医院去。走。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两天呢。齐飞。厨子可是太棒了！哎呦，那我得先让你心里备个底儿，日后啊，你可别指望童少奇，他可是大葱韭菜都分不清的，你得多包涵了啊！不行不行，哪能让少奇下厨呢？家里请的都有下人呢。哎，再不行啊，我亲自下厨做给少奇吃。哎呦，你可别折煞孩子了，不担心，我让家人跟着去。到时候你吩咐就行了。哎呦，这还有陪嫁丫头呢。司机我也可以配着去。哦，不行，人员充足，就怕没地方住呢。怎么没地方住呢？哦，那房我去看过了，主要是为了去现场看看我买的柜子往哪儿搁。可凡，柜子送来了吗？送来了，您还没说摆哪儿呢。摆哪儿？就摆你们那间新房啊。新房会不会太憋屈了？
啊，我是说，那房就挨在餐厅边上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。小两口嘛，又刚刚新婚，是不是？好不好给他们换间大一点的呀？也亲近些，不被打扰。应瑶，你看呢？您说的我想过，可是我前思后想啊，不行，就得那间房。哎，他们说餐厅那边上的房子不是砸了主意，为什么？啊，姐姐，少奇腿不方便，这上上下下楼梯挺累人的，而且不碍事儿。你们看，他现在住的不就是二楼吗？医生都说了，少奇最好要常走动，上下不是问题的。那当然，可是……哎，你们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他们俩住哪间啊？我都没意见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俩，我跟可凡他爸……周玲，你少在那边掺和。哎呀，不是啊，这可是个问题。那当然，总不能新媳妇进门，倒让公婆俩没地方住了。就是嘛，喏。我都替你们想好了，唐先生和唐太太不是原来在虹口有间屋子放租吗？哎呦，那不是被你收回去了吗？还给你们，我把房子还给你们，你们想要继续放租也行，想要收回来自己住也行。我已经派人去重新刷过漆，整理过了，又添置了几件新家具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事，就当新媳妇儿进门给翁姑的见面礼儿，你们看这样行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亲家母啊，您真是个大派人儿。新柜子就让人给抬上二楼吧。那是主卧室，是新房。一楼呢，就应瑶住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对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我要住一楼，我喜欢住一楼。挨着厨房餐厅方便，二楼还是让姑住。少奇，你说呢？我住一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呀，孩子暂时的保住了。什么孩子？什么孩子？但不是十分稳定，先留院观察。英年，什么孩子？告诉我，什么孩子？丢人戏，那是人家亲家母送给我的。好了好了，亲家母还没结婚呢，你喊得可香了你。他本来就是亲家母啊，人家喊你一声亲家母了没？人喊了没？给你三分好颜色，你就顺着杆子往上爬，你开起染坊了你。是，人家是给我好颜色了，人家呀还给了我司机，给我佣人，给我房子呢。那是冲着唐可凡。唐可凡是我儿子啊。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，之后呢？怀胎十月之后呢？谁养了他？谁供了他？谁养活你们一家子的？哟，我们知道是你，我们不敢把你给忘了呀。你也不让我们谁给把你忘了。哼，你不就来来回回这么一句话吗？养了我们一家子，养了我们一家子。我就是养活你们一家子，我连你娘家都养活了。我把我自己卖了都还不了吗？我都已经把自己给卖了，
给你换回了房，也给你们换回了房，这样还不行吗？这还不够吗？够不够还？啊？够不够？可凡，快别这么说，一个爷们儿，狗屁爷们儿，这屋里就没一个是爷们儿，只有两个少了脊梁骨的窝囊废。你反了你了，你我饶了你，就要结婚了，啊，我给你点面子。什么面子？结什么婚？买卖一桩。可凡呐，咱们可不能再后悔了，已经悔过一次了，不能再悔了啊！乖，悔？我的悔才刚刚开始。哎，可凡！哎呀，大姑，大姑，你去劝劝他，这孩子就听你的啊。是啊，我又不是他妈。我又没有怀胎十月把他给生下来。这，妈，妈，行了行了，你睡去吧。不就一间睡房吗？两栋房子我都不眨眼了，我会心疼那一间睡房？那你气什么？你行了，你睡去吧。妈，你怎么能睡那间屋呢？餐厅边上，那是个下人睡的房。我不在乎睡哪，我只要，我只在乎睡在我身边的人。你怎么就这么傻呢？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他就不能让我女儿受委屈？我都不觉得委屈。什么是主人房？一家之主睡主人房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，各安其位，各守其分。你是女主人，你当然就得睡大房。一点出息都没有，人家一句好话你就软了。大房又怎么样嘛？那大房里大床空着，还不如小房里挤着开心呢。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睡大房，但床空着，你出去吧。妈，妈，少奇，妈妈是过来人，我跟唐印瑶交手这么多年了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？你都说你原谅她了，我原谅她，但她不会惜福啊。我张玉英可以原谅他，但不代表他可以踩在你头顶上啊。他不会的，没人能欺负我。你看可凡他妈那根本就不是个角色，唐艺瑶是啊。明明那房子还是我的呢，他让我女儿去睡餐厅隔壁，他这是跟我示威呢。还是你俩在斗呀？你好好好，
你不在乎你就出去吧，啊，省得我在这瞎操心。哎，妈，妈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，可凡会对我好的。睡觉吧。觉得割寿，嗯，你说咱们定是你啊，你来了，齐姑娘交代过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开门去。来呀、啊！你想骂就骂吧，蒋有宁，齐飞他，哎，你小点声，他刚睡着。你负得起这责任吗？你胆子真大呀你！你瞒着我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做得主？你们俩一起瞒着我，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你负得起这责任吗？一个女孩未婚生子，要是真能生下来，那就好了。蒋永宁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见识，没有接受过教育，我……你还了不起了？可我知道这是条命，是条命就不该毁了。那是杀生，是造孽，是要进地狱的。是，好，不杀生，让他生下来。齐飞就是活在肉身的地狱里，你也在作孽。不会，保住一条命。那是积阴德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你，天宇，打从我们做第一份假遗嘱开始。咱们就已经把他给揽上了呀。接着，他妈妈死，他们来到上海，跟大太太斗，跟二太太斗。小磊进厂，齐飞上学，他又跟唐可帆谈恋爱，这哪件事是我们该负责任的呢？可哪件事我们又少管了呢？如果真的要皮亲的话，当初就不该插手。现如今摊上了，能不管吗？管得了吗？都是命，该遇到谁，该摊上什么，都是命，躲也躲不了啊。这命里该受的，就别躲。我也不想遇到他，我知道你喜欢他。你瞎说什么呀？
的命，我受着。齐飞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现在吗？怎么我都觉得早就是了。费力，不用祈求，不必取悦。我给了你什么？除了钱以外，我什么都给你了。你让！我不让！你让！我要会让。当初童少奇求我的时候，我就让了。我不会跑，我也不会跑。你会，每次都是我认输，每次都是我在低头，都是我来找你的。因为我不会跑，我总在那儿，你跑远了，所以你得回头来找我。在这儿要不要放朵小花呢？是个男孩。哎，齐飞，齐飞，你看看这儿要不要放朵小花啊？啊？你说在那个袜子上织两个虎头好不好？多可爱呀！好，我不问你，我自己决定。哎，齐飞。齐飞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把小磊带来了？他吵着要找齐飞啊。哎呀，这是妇科呀。什么科，迟早都瞒不住的。你这是？你们本事不大得很吗？还怕谁呀？齐飞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又疼了？喂，哎，小磊，小磊，你不可以靠近啊！哎呀，我给齐飞治病，来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江宁，传给我，出来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齐飞，你要当心点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传给我，哎，还疼不疼？齐飞，你为什么一直肚子疼啊？就是啊。那要疼到什么时候？很久。很久是多久啊？很久，很久。那怎么办？传给我也不行吗？恐怕不行啊。那可麻烦了。
我都不知道，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？你别管我，你忙你自己的。我能不管吗？齐飞学不上了，孩子适应力怎么办？谁养？我养啊。你养？你凭什么养啊？就养着呗，还要凭什么？你说的倒挺轻巧。除了不能奶这孩子，我怎么就不能养呢？你疯了还是脑袋坏了？小磊，你喜欢当舅舅吗？舅舅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小孩会陪你玩，跟你说话。我要当舅舅。小朋友在哪儿？你让他赶快来啊。还没那么快呢。那你让他快一点嘛。哎，你看，我请他吃糖，你看，都给他。这些糖呢，原本是要留给可凡的，那先给小朋友好了。还是留两颗给可凡，这些给小朋友。小磊真大方啊。我是舅舅嘛。对了，齐飞，舅舅跟姐夫谁比较厉害？小朋友是听我的还是听姐夫的？听你的，舅舅最大。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那你让他快过来，快点快点，小朋友快点来。齐飞，你去跟他妈妈讲，快点快点。你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。齐飞，我要当舅舅了，有个小朋友要来陪我玩。舅舅好厉害的，比姐夫都大。是啊是啊，当舅舅很了不起啊。他得听我的，我给他糖吃。小磊真的很乖，很大方，很舍得。来来来来来，俊杰来。来看，小朋友的衣服上应该配什么？要不要配朵花啊？要花好看。真的吗？那配什么颜色呢？黄色的好不好？红色也好，黄色的吧，还有绿色，什么颜色都要，好多好多花，好多好多颜色。担心呢。行，那有宁姐给你织。好好好。还有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吧。怎么了？不是要跟可凡一块儿出去买东西吗？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有事儿，要我自己去。什么事儿？他说他要去新房那儿看看。那就一块儿去啊。看完了，两人再一块儿去买东西不就得了？他就说不要啊。他说各忙各的事儿去。之前那灰不都往里面吹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注意啊，小马。来，新房做的怎么样？来看一下。哎呦，镜子别对着床头啊！你也太不讲究了吧！一点风水也不懂。床头对着镜子，我三点报告孙子。你们想要给我改一改？唐一瑶，你也老了，想抱孙子了。姐姐，姐来了，我来看看。我也是，总是不放心，自己盯着比较好。哎，要不要去新房看看？你坐住，你坐住。来，这边坐。你也坐。哎，
可凡呢？怎么没见他？哎，不是和少奇约好去买东西的吗？出门的时候他还这么跟我说的。哦。姐姐，我知道您对这个房间的安排不是很满意。如果你真的不开心的话，可以换过来。姐姐，姐姐，啊，那你说，我是说楼上楼下调换一下也可以，他俩睡上头，我睡下头。啊，没事儿。少奇都说了，他愿意住楼下，夫唱妇随嘛，就挺可烦的。真的，不就一间房吗？少奇懂事儿，昨儿他还跟我说，重要的不是睡哪儿，重要的是睡在身边的人。是啊，重要的是睡在身边的人。少奇家教好，到底是大家闺秀。易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不让你生养。可你说这老天爷他安排的，末了我的女儿成了你唐家的媳妇儿，其实也就是你的媳妇儿了。是啊，是的。要说我这女儿是为你生养的，那也不为过吧，应瑶。我请你善待她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过去的事，咱就让它过去了吧。过了，早就过了。孩子们都成夫妻了，咱俩要再争再斗，这不是让孩子们为难吗？你说是吗，易遥？姐姐说的是，不为难孩子。唉，我就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可凡。不，我担心齐飞。以他那不依不饶的个性，你说他……他敢？有我在呢，他不依不饶，我还不依不饶呢。嗯。你说郑海这俩女儿，都不像妈。少奇软弱。齐飞又强硬，别怕，少奇有两个妈呢。齐飞再强，能强得过我吗？齐飞，你来看，这小胳膊啊，就从这儿出来。喏，这儿，领口这块呢，咱们要织平针，不织花样。为什么？怕它痒痒啊。小朋友的皮肤特别嫩，没两下子就出红疹子了。哪这么娇？给什么穿什么。你记着你说的哈，别到时候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哪个孩子不是见风就长的？嗯，生不生得下来还是个问题呢。有宁姐，你别对他有太多的情感，我没感觉啊。行，我没问题，可小磊舅舅还等着他的小朋友呢。嘴巴别太硬，这妈妈爱孩子啊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你爱他不丢人。这孩子不被期待，他才该叫齐飞。他是个错。齐飞，这孩子可没有错，他是无辜的，他就是再错，你也一定会爱他的。其实我觉得你和这孩子还真是有缘分。你想想，你都吃了两贴红花，都没把他打下来，这孩子啊，是铁了心。要和你结缘做母子的。
觉着这孩子可以叫其乐，其乐无穷。哎，他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啊。其乐啊，其乐。我瞎起的，我没文化，没读过书，你别理我。其乐无穷，小名叫乐乐。对啊。妈妈，小磊，到哪儿？一五，不显了，小磊，掉地上都脏了。嗯，我的糖，不显了，乖，大妈妈再买给你，不显了。蛋糕好吃吗？多吃一点。妈妈，你要的巧克力。啊，谢谢。巧克力，慢慢吃啊，小磊。巧克力，我不吃，给小朋友吃。小朋友？嗯，小朋友。小磊真大方啊。我是舅舅嘛。你是舅舅？我是啊，大妈妈，我告诉你，舅舅很大的，比姐夫还大。姐夫？谁是姐夫？唐可凡吗？不是，你真傻。那谁说你是舅舅的？齐飞。齐飞。